今天是2045年9月18号，是红基因科研先遣队考察的第五天。在一个小时之前，我们经历了一场暴风雪，来到了这片未知的雪域。未来几天，我们将继续探寻这片神秘的雪域。小金姐，打个招呼。严肃点儿，我们可不是来郊游的。我就是想给我女儿拍段视频嘛。哎，怎么样，数据稳定了吗？暴风雪过去有段时间了，很稳定。啊，后边都坐稳了，前面过个坡。小心，你看，地磁数据在不断攀升，远远超过了地磁正常值。啊，有点意思啊。姐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老师，我们现在的磁能量场很不稳定，一直在和正午级至少高出三个等级，看来我们对这里的监测数据是准确的。老沈，你看这个地质波形图，这种地磁结构很可能会出现基因的异变，看来咱们的推断是正确的。小琪，注意周围的环境，安全第一。知道了，所长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会突然出现热量？这是地热涌动吗？让他们撤。啊！这个时候撤，就前功尽弃了。让他们快撤！海虹号，最新指令，赶紧撤离！赶紧！什么？Oh.
这可是太溪刚寨出土的灵通兽头，摔坏了你们赔不起。乐正正，给我打了！你给我等着！你等着，走。任一飞，好久不见。喂，哎，你关门干嘛呀？哎，任一飞，要不是沈所长让我来找你，你以为我愿意再见你这种人呢？你丢下小琴姐，整天就窝在这么个破地方，你是个什么人呢？你又是一个混蛋。你又是个懦夫，呸！呸！任一飞，你和小琴以前是什么情况？我不多问。但是今天我到这里来是想告诉你，小琴出事了。五天前，小琴带队去了北极的一片雪域。就在两天前，我们失去联系。我受沈所长所托，来请你出山带队，把小琴他们带回来。算了，林老师，跟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。任一飞，听清楚了啊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有三个叔。喂，黑尘，什么时候出发？三个月前，我们通过卫星云图的分析，发现了在北极雪域有大量地热的涌现，而且经过我们图像技术分析出来以后，我们发现那片热能是连续稳定的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。但是火山附近通常也有这种情况啊。嗯，不仅如此，那里的地磁流动也非常厉害，极有可能影响了生物的基因变化，这也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地方。为了一探那里的秘密，小琴姐五天前带队去了那里，却没想到受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。根据小琴提供的线索，我回去查了资料，发现小琴失去联系的区域就是这里。没想到还有这么个地方。
任一飞，看来老子这回是真要和你死在这儿了，啊！快走！带下来，下来。林叔，你敢耍我？你不是和那野兽心神相通吗？把他交出来。No!
太森，乌嘎将军全军到了，他们终于找到这里的入口了。多少年吧，收手！我不能像你父亲那样做一辈子窝囊废。我再最后问你一次，是加入还是死亡？说，是加入还是死亡？小心！
我的卡呀！